好，我是铃铛。给我看这条友，哇，今天就穿校园服装啊！你在做什么？两千个赞。哦，不然那个赞你就穿出门了啊！谁的啊？有声啊！哎，我是你，我是你，哎，乱乱来。今天就乱乱啦，如果要必要一起穿校服，就花一笔钱，所以希望有一些干爹啊来 support support 一下，有什么业配可以来讲讲，可以来谈一下的。他的业配很便宜啊，那个几块钱嘛，啊，几块钱呢？不要咩？五百两嘛，值得来这个讲，要超过十块，门票你找你也可以接。是我们这边离毕业是最近的嘞，啊，所以明白的意思好吗？来讲多一次来。鸡蛋哥，我跟你讲，所以这里离毕业最远的人是？只是年纪罢了，样子的话就离最远。哈哈哈哈哈。又回到一个，就是这个地方了，知道吗？哇，非做这种事情不可。讲到这个穿校衣，这个讲要一起穿的，你看。不当你那么，我躺也可以。嘴巴厉害，贱不讲了。我找你，要不然你帅吧。来，选你的帅。应该是42。四十二。四十二最大嘞。四号最大，好，五号最大，好 ，OK OK。我这个是什么帅，什么不懂。哇，极好哎，帮你量。36没？真的假的？我滚。哎，真的是变肥很多哎，穿36哦。谈个恋爱，你一定拿38。我可以进来一趟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拍吗？我是可以拍，丢丢可以放钱吗？OK 的 ，OK 的，等你等你。OK， 现在我们就等林董穿好了出来给你们看。哇，我的频道变被官方去了，现在。可以。他有点帅嘞，头发太黄了。哇，艾薇讲你帅哎。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哦。我的孩子吗？跟你讲帅。对，捧完要好多。我底裤很紧，要不要看一下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也很大字哦。我大字。哇操！买单从头到尾就讲我大字，我讲多少？两开，什么感觉？我感觉就是。你不骂我脱掉，你要鞋子脱掉，不要讲多多。哎，真的，你搞过运动哎？不是。现在不要讲多多。我从前到现在，我最怕一样东西还是一样的，就是我穿校服一定会流汗的，动作我。今天就给你们看，我今天就回味一下这种当中学生的。我们买的校服不是只有买为了这一季吧，我们后面可能还有一些大制作。哇，讲到我汗都流啊！今天我们来这边吃午餐，是一个很喜欢吃的炒饭。Yes， 那这个也叫一样的。然后有一个人哦，他讲，哇，我这种坏坏样子感觉会比较喜欢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个傻盖啊，你看他把脸弄上来，还为了当坏学生，打坏掉了。我们就先吃我们的午餐先了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还要去见一个大老板，他谈东西。希望我们可以赚更多，业配来多一点，我们的便宜啊。看有给你介绍炒饭。那这炒饭，他面色很爽。看到吗？他拿饭哦。啊，超近镜头，看到吗？那蛋炒饭，跟我们差一点，看这么近的距离。啊，蛋炒饭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那没得冰吗？看到吗？看，天都黑了，看到吗？谈一个生意也这样简单吗？哎，这里分分底，刚刚应酬了一点，有点麻爆麻爆。我给你们看个傻盖啦，你看啊，讲话要模仿坏学生，衣服塞住，然后领拿上来，讲话。我是那种乖中带坏，给你们看，真正的坏是这样，真正的喇喇仔。啊，打车骗，一边拿垃圾的麦，打车骗子走路，厉害，那你想象得到吗？给你们看那个第二视角，来，你拿这个 M 的手势。哇，泰国餐，果然泰国人。阿瓦迪，你要吃什么卡？我要吃泰国餐卡。刚刚我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阿弟哦，啊，重新叫哎，阿弟么？不听话，不把这读册王公的牌拼啊！做戏做又丢了，没经验啦，骗老师哎！外边拍拍嘛是不变啊，我长到这样啊！以前中学的时候哦，穿校服去 Supermall 就有，这来 KS 这种酱都没你的地方，看到我这么样子吗？哎。
我懒得这里干过美女哈、啊，妈的，我穿那张纸出来，鸡蛋糕。你们呐、啊，想穿我校服，你又不要穿。妈的，今天干过女子，我穿到这样子。跟你讲，女孩子喜欢学生，因为女孩子。Hello， 嗨。欸、我遇到观众哎、欸，好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看我跟 Yuki 啊，谁穿好看？你吧。哎、欸、，Give me five，Thank you。看到吗？不用问观众啊，你可以回家睡了。拜拜，谢谢你啊。这种东西，人帅穿模都帅。单独的时候啊，很久没吃过这样好了啊。那个安迪就很麻烦了，要去做他的东西啦。所以我们两个就顺便刚好这边附近有巴沙巴拉，我们去逛一下。然后跟 Yuki 这个 content 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视角不一样。OK， 我在 Yuki 那边看到的，就看到那种路人看到 Yuki 穿学生装的反应。然后我呢，就是路人看到我的反应，就这样简单。我去找回那时候请我吃四零鸡饭那个美女，我要跟她看她。扒拉鸡饭，我讲没那鸡饭啊，四零鸡扒。你那个念鸡饭，真的没？都请我吃四零鸡扒那个美女。四零鸡扒那个美女。Hello， 小姐姐你好，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很诚实回答。来，你看我们两个谁穿的比较帅？我什么都没有做啊。那这东西是四零整只鸡啊。啊，来了咯，两个傻脸真的是傻脸哦，走到上面去了，然后发现到我们身上两个人哦，我们要走走买东西，吃什么都不可以，我们身上只有几块钱，现在我们要走回来这个摸这边要去按钱，这是帮助我消化，好让我瘦一点，不然你们每次讲我肥，防止我的影片不够长呢，我要给你们这边透露了，其实我曾经有拍过校园的一个短短的预告片的嘞，有看过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你们来，刚好穿校服，世界送你们看。Hello， 康，我姓杨，要来去吃东西吗？不会迟啊，现在进学校也差不多一样时间了。放心，我帮你。以前的时候呢，就整个像白粉子一样。现在的时候呢，露露啊，是不是露露比较可爱啊？要问观众，瘦的时候比较好看还是肥？我敢打赌，一定很多人讲我现在比较好看的。以前真的很像白粉子。哦。哎、okay ，那巴沙马拉呢？没什么特别的。我们刚走一轮上来了，因为要拍摄游记了。而且也吃了。啊。有什么热量？你们看的东西买了。今天我校园就这样啊，后面应该是回家去睡觉了。我们校服不会乱跑，警察会抓。快点啊！他看我们的 IC， 人硬大了，穿校服，拿到了精神病院就惨了。要怎么样？嗯，对啊。
所以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订阅、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老 G， 还有做指教的老威，还有在拔毒的老杨。OK， 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